Hello， 大家，我家即将买。喂。屌喂，有位林生嚟。系啊系啊，冇错，唔该，拜拜。等下有位特别嘉宾要出现了。Hello。嗨。我的 AirPod 呢？在我的包。现在是晚上八点嘛，他明天早上十点就要去深圳了。我昨天晚上写了床单，但是我还没有铺，为什么呢？因为我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更擅长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请铺床单。哎，你知道Ian在铺床单这件事情上面是颇有天分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 talent。我有天分。哦，你有天分。好吧，那我去铺吧。天分很难。我想来做这个辛拉面的食谱，看起来很好吃。好，感觉材料非常的简单。Emotion 啊，帮我把面放进去。一定要放进去哦。嗯。没有。是为了这个 recipe 才去买的 mayonnaise。我可以当那一个。哦，哪一个？后面的。哦。用。让用。自己在家里学跳舞，然后因为太久没有运动的我，我真的那个全身酸痛，然后尤其是脚，有些小腿这边我觉得酸到要抽筋了。超市发现这个蜂蜜糖饼，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just look through the scintillating door. You're gonna see me there, just sitting on my own. I hear the people laugh, but I just check my clock. I've never been the best with mingle as my toe. And then I hear it crash behind my back. One glass of mold wine rains down my jacket. Then I see you blushing, and suddenly it's clear when I look at you that Christmas is here. You tell me in 2022, consumers spend nearly $400 billion on electric cars worldwide, an unnerving speed bump. EV sales are slowing. Kind of in that situation, you do have to plan. Yes. Really saying, look, we gotta go with electrification, but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Until I find you, until the storm I never knew. When the night could be sweet, until you swept me up from my feet down. The rain sings, the cop smiles, he finds me burning.前几天去台湾带回来的战利品，本来打算要 vlog 的，但是因为太忙，所以我什么都没有 vlog。然后现在时间，哎，我没有带手表。现在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然后我现在要前往一个地方，那就是我要去按摩。上个礼拜，跳了一阵舞之后，我整个全身酸痛到一个不行，人是要动起来的。你没有动，你的身体是不会骗你的。对。有点奇怪，而且头上还有个奇怪的光。我刚坐 Uber 回来嘛，然后我觉得我遇到了我2023年最就是兴趣最契合的一个 Uber driver。因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就是共同喜欢的歌手，喜欢看的综艺节目，还有甚至连综艺节目的哪个环节，我们都就是很有共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貌似遇到了一个，也不能说 soul mate 啦，并不是 soul mate， 对，这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门架好。现在是晚上的11:40，我以为是 OK。今晚的晚餐兼宵夜，宵夜。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我工作上面出了一点小的 emergency， 所以花了一点时间处理。现在才有时间来吃饭，还有这个饭还是有点余温啊。虽然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这个 moment 应该是选择会再去微波一下，但是本人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所以我直接。那我们选了，还是去订一下好了。好冷哦！趁这个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在 Dunkin 买了什么好了。大家相信吗？我刚刚在 Dunkin 花了600多块。首先我买了睡眠的眼罩，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味道，薰衣草。我试过各种各样的味道，但是我自己最喜欢薰衣草。然后茶字饭的茶包，两捆金针菇，因为他现在买一送一，而且上礼拜Ian来的时候一直灌输我一个，就是现在金针菇很珍贵这件事情，所以我刚看到他买一送一，我就买 Excel 的 maybe 啦，因为我的用完了。我买了一个这个香氛膏，白色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味道，尤其我喜欢放在哪里呢？我喜欢放在厕所，我很喜欢厕所有 White Moss 的味道，但是客厅我就喜欢草本味，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懂我自己。买了一罐奶茶，然后还有买了什么？然后因为我是面膜狂人，所以我刚看到这个 Minon Amino， 对，反正就是这个 brand。我最近一直看到他们的广告，所以想说买来试试看。然后我每次看到他的品牌名，我都会想到 Minion， 满脑子都是小黄人。嗯，三点五给的粥，我还买了微波的白饭。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